我们今天呢，好久没有来这个 WePlay， 应该大家都忘记我是谁了。能不能成功整到人啊 ？Hello。不算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打游戏。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？Roblox。啊，这声音好像小光哦。啊。要不我查一下小光，我看一下。你真老。好像小光、哦。屁啦！哎、欸。Hello。你是谁？路人。小光的声音。路人。对啊。我问你是谁？我路过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小光。半夜走访。啊？那这个呢？我小朋友。给你一个机会，说出你是小光。我是小朋友。你不是小朋友。我是小朋友。不是。我今年12岁。你有在拍影片吗？什么是拍影片？干你！你不可能12岁还不知道什么是拍影片。我没有拍影片。真的真吓到了！怎么可能呢？什么是拍影片？双生泪小光，真的。什么是拍影片？拍影片就是把小光的声音录下来给他听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为什么？救命！又被发现了。Hello。这个意思。Hello。难过。Hello。这个要怎么玩呢、啊？你刚刚没有讲十句挽留我的话。Sorry 咯，我不知道在听什么。我们要怎么相亲啊？相亲啊，你去别的房间啊，这里我不懂怎样教。没关系，不然我跟你们聊天就好。我会相亲。那我可以亲亲吗？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那样，然后完美。一号，你可以跟我相亲吗？我是8号。在 IG 互相认识就可以了。你们今年几岁？1岁，哎、欸、没有啦，不够岁啦。我今年12岁。是咩？很不像嘞。那我像几岁？你现在不够岁。不够岁是几岁？等一下，8号是酸油是吗？好可爱。没有啦，8号。这样你去呗。假指是吗？这边有男生吗？这里没有男生啊，有啦。几号是男生？我想要跟他相亲。你妈是男生的、啊。那个大鸡那个大鸡。这是星夜啊，星夜可以回我一个东西吗？哦，谢谢你叫我小花花，谢谢。是吗？语言中枢损坏，语言中枢损坏太好笑了。不要这个，好有梗哦！语言中枢损坏，我学起来了。以后我开始阿巴阿巴的时候，你们就说语言中枢损坏。那我们要开始玩了吗？不知道怎样玩呢、欸？这个，你先按开始吧。那我可以跟你相亲吗、嗯？没有啦，你们可以等多一个人上来嘛。可是我现在就想跟你相亲。哟，不要嘞！为什么不要？两千。拜托啦！太多 AV 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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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选我就对了，选我就对了，选我就对了。5号你选我？怎么选啊？二度损坏。
你们呢有喜欢的人呢？看一下头像那边有一个爱心，你们就按一下。OK， 拜拜。选我就对了，选我就对了。这样子吗？我选了，我选了。爸麦心那么忙，谢谢你爱你。我选五号了，选我了，选我了。选四号选不过，四号抢不过，四号抢不过我。嗨，你好。哦、oh, wow. ，Hello， 你好，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那要告白对不对？不是你告白，告白，我喜欢你，跟我在一起啊。那我要告白了。抢不过我。哦、oh, ，小 W， 我好喜欢你啊。啊，你那稚嫩的脸庞，我好喜欢呢、啊。我在讲话、啊。让我们在一起吧。我都是嘴里的。你既然让我选择了你，我就我懂这个爸好嘴脸。你既然让我选择了你，你就别想逃离我的手掌心啊！接受我爱的告白吧，妈妈。好了，换你告白了。太中二了，太中二了。光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。我要小光是吧？要过吗？要换你了，换你告白我了。你为什么不告白？等一下、啊，我现在去重新 follow 回你。我为什么不告白我？我们还有三分钟听你告白呢，我都对你这么深情款款的告白。Oh my god！ 人呢？小 W， 说好的告白呢？哎、欸，你是小光对不对？嗯。马来西亚会知道小光？我去重新订阅你 ，sorry。重新订阅。好、哦，抓到了！竟然取消订阅，我要一辈子记着你，小 W， 我恨你。八号，你应该讲你要黑话。话说要怎么、欸、要怎么过麦？我也不要过线，我也不要过线。要怎么过麦？不要过线。怎么过麦？问你到底要怎么过麦啊？我真的我。我一开始以为她是女人，你懂吗？结果要怎么过麦呀？真的很像小光，你懂吗？然后真的是小光啊！不是怎么过麦？你会不会拍去 YouTube？ 小光，你会同意我好友的吗？哎，不会。我叫你叫我字、啊。你没有对我告白，我为什么要跟你直接加好友？嗯、啊。这是公开处刑。好啦好啦，我喜欢你，可以快点同意我好友，快点。真的没有诚意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不是啊，我不加好友、啊。我订阅你啊，快点同意。我看不到、啊，我看不到你有没有订阅我、啊，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有订阅我。Hello， 嗨，小爱，是小帅哥一个。哦，不是我。你好帅。万岁，都是跟你差不多年纪的哦。没有，我这边我的家族的成员都是国小或国中生。我也国小。对，小爱听起来不像国小哦。那我听起来像几岁？小爱的声音听起来大概是二十到二十四左右。怎么听出来的？感觉啦。我其实是小学生啊，我是小学生。哦，你这样子，你刚刚如果用这种声音的话，我会觉得是有像的。但一开始你就显露出你的原声了。哦，今年18岁，今年12岁，这样很像。啊，12岁啊！挠挠的声音可以。要不要玩蛋仔派对？我最爱玩蛋仔派对了，我有凤凰蛋哦。哎、欸，很厉害！那声音是怎么装出来的、啊？假一下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啊？我今年刚满18岁。Oh my god！ 哦、我声音假起来？怎么假？他是男的吗？你是用变声器啊？不是啊。Oh my god！
我可以加你好友吗，小爱？人家今年12岁，没办法加好友。可以啊，我已经加了，来不及了。姐姐已经加你了，好牛！可恶，被加了吗？怎么用的？怎么那么强？我的天啊！加起来就行了。加起来怎么加？可是男生要怎么样很粗犷的声音？男生就是把那个地方装起来就有了。真假？我去找一根，要几？有限定几公分吗？15不含头。装上去，你的声音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、哦、好酷哦，声优哎！我把它拔下来了，好酷。那你是找哪一种的？你可以虾皮推荐给我，链接给我。虾皮买不到，我这是肉做的，怎能大成功？